谁点的大肠？翻冰箱翻出来了，还有最后一包。我吃完这个还有一包，都没有了。肉丝兰为啥这么香？我居然忘带麦了，我的妈呀！还声控呢，麦都他妈忘了。哎呀，多亏及时想到了，还剩一个，没唠到，没馋到你们前半段。嗯。太不专业了，完全笑话自己。俺是没吃鲍螺，大家都问我，都说这个鲍螺为啥你会跟大家说放点配菜、香菜啥更好吃，你为啥不整呢？我告诉你为啥，因为我懒，我直接就这么整出来，我就单独懒得再去那么炒，就是因为我懒。但是我会把更好吃的方法告诉你们，那样是真好吃啊！下个视频吃这个。